嘟嘟嘟嘟，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上听听五个赞。八月十二号，我们来吧。八月十二号，礼拜六的号，对自己的有耐心，对自己要有耐心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上个礼拜六，上礼拜六怎么了？有那个吗？那个表演啊，音乐会。对啊，你们表演了、啊，表演的不错哦。好，在罗马书第五章四至五节哈，什么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好，盼望并不至于羞耻，对自己要有耐心。你们对自己很有耐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。没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们来举个例子啊、哦，比如说在练英国皇家的时候，我们在练考试的时候呢，现在录第二遍就有人开始掉眼泪了，就哭了。谁？不是第二遍，大概，是因为你弹错、啊。我没有弹错、啊。你一直弹错啊！我怎么会有错这种东西又会存在在我这边呢？对啊，我永远都是对的。你人生字典里面一大堆错这个字，就是没有错这个字好吗？没有错这个字。所以呢，你们就是很好笑、啊，对自己有没耐心？不是一个字，对自己没有耐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对自己没耐心？啊，小安，小安，你对自己有耐心吗？有，没有？因为小安是最没有耐心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比如说他现在我们在练风录这个风火兽刃的时候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做别的事情，这是不被允许的哦。好、哦，小朋友，他哥哥不是有一次也是这样。你管他，你要管你自己、啊。我就叫鬼狗狗了。对呀、啊，好了，来说，你会说脏话吗？为什么？丁哥宇会哦。哥哥每次都说，他说的话那个不算脏话。哦，所以不可以乱讲话哦。你爸你都不会讲脏话的哈，你爸是讲话最好啦。怎么可能、啊？我是读书人好吗？在骗人。本来就是真的。信耶稣的不能骗人哦。信耶稣，我姓丁啦。啊？我姓丁，我叫丁国祥啊，不是吗？我有说错吗？耶稣祥。嗯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八月十二号《碰碰说》这边告一段落喽。牵牵我小手，大家呀，陪我牵牵牛，牵我。